百里延协我儿百里弘毅祭奠列祖列宗。我百里氏起于明氏门第，立武士而致鼎盛。今百里延位列工部尚书，跻身神都名门之列，不负祖荫，光耀门楣。我儿百里弘毅即将婚娶，香火延续。 工部建修天堂大殿也将完工，拜求诸位先祖庇佑我儿，庇佑我百里氏。列祖列宗在上，受儿孙一拜。 阿姨放在在先祖面前说错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以天堂现在的修建进度，就算到明年年底，也不可能完工。第二，我与柳家的婚事，我从未答应过，都是阿爷你自作主张。我既不想娶婚，也不想为百里家延续香火。柳家乃是神都一等一的豪族，你跟柳家亲娘打小就认识。 你为何就是瞧不上他呢？瞧不瞧得上，你这桩婚事又有何关系？你马上就要跟柳家亲娘结为夫妻，以后这样古怪的话，千万不要再说了啊！我可以写休书给巡山公，将这桩婚事取消。婚期将近，你居然要悔婚，我绝不允许！百里家自我往上，哪怕你祖父、你曾祖也做不出这种下作之举。你好自为之。 我们本就是百公之家，为何要攀附柳家呢？阿爷，你为了往上爬，莫非这百公之家的规矩都不遵守了吗？你说什么？阿爷，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呢？